哈瓜们见面之前，小编们准备了宜兰冷知识，要去后台突击考验告五人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宜兰人呢？ Ready Go！ 三星葱的葱白平均可以长到几公分以上？ A 三公分， B 十五公分， C 二十五公分。好，葱白，葱白。C。好，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C。我相信宜兰的三星葱的葱白长出来的感觉，一定跟乡民的自信一模一样。二十五公分。为什么？他讲什么？大公布答案 ，B 十五公分。有人对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这是十五。哎，二十五公分，我觉得太长了。二十公分？哎，二十公分多少？这样吗？加是二十公分。那三星葱多长？很长哎。三星葱不是这么长吗？啊，你看葱白这样子的话，太长了。葱白比较多。宜兰有许多乡镇，哇，都很多。以下哪个三十号？一、礁溪；二、苏澳；三、罗东。五秒，五秒，一、二。好，答案是。一，礁溪。等一下，啊、我写，我可以写一下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真的来不及，所以就一好了。看那个感觉比较多的。我要看苏澳几号。苏澳。哦，对，超过也算。37吧。对，37号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以为他们都没有超过30号。个人问题，对，个人算数问题。我就会。好，下一题。全台最高的牛舌饼是几公分 ？A 0.05 公分 ，B 0.1 公分 ，C 0.15 公分。那我先确认一下，0.05比0.1小。数学问题。对，是啊。你是不是有那个答案？你是不是在想这件事？五秒，五秒，来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猜了，恭喜全清，耶、yeah, ，又一个，耶、yeah, ，我也写 B， 嗯，厉害，那我下题，宜兰西卤肉里面没有哪样，小事，哎，不用数，不用数，讲了，不用数 ，OK 啊，送分题，送分题，哎，毕竟是吃的嘛，是 OK 的，是送分题，这个如果猜错。我们应该今天不用回宜兰。下一题。请问宜兰吉米公园里，在火车上的小男孩是从哪边探出头？这个好难哦。你应该是说，就反正就是他探出头是哪边，不要看我们。对。他是在车厢上面，就从哪边？对，车厢的右边。好，车厢的左边。我好了，这样探出来。好了。你想五秒。好。云安得分。耶、右边，打右边。好，下一题，阿姐的题目。等一下，你刚没有问问题。写下从宜兰市到今天的场地是几公里？最接近的得分。就是。53公里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开心的，不要开心的，分得分。53公里。身高是哪里？身高你要去哪里？身高不要提供。来。龟山岛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它是母的。哦，我觉得它有蛋，对不对？我早知道。但它后面有一个，对，有个蛋。他说他原本有个龟软岛，对，在他的屁股后面。对。然后后来因为军人以为那个是一个军舰，然后他就把它炸掉。我以为你是要说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，它就被淹掉。对。写下宜兰四宝是哪四宝？好，看来这题要写十分钟了。等一下，我写完了。好，那第一个是鸭嗓，有人写鸭嗓？有，全清有鸭嗓。鸭嗓我忘了。鸭嗓。第二个是胆瓜，胆肝。鸭嗓、胆肝，旁边都会卖，一起卖的。胆肝有吗？第三个是羊根，第四个是蜜饯。哦，直接跳，直接放枪。没有人猜到，一个呀。还好我们今天住高雄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宜兰的年雨量平均会超过几毫米 ？A 是2000毫米 ，B 是2000七 ，C 是3500。我猜的，猜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一直在下雨。猜的。全部答对，恭喜厉害！第四道不知道，到年平均雨量。蒜头要用哪颗牙牙齿来吃呢？先生，我问一下，什么？你蒜头都用什么牙齿咬？蒜头对，都用哪个牙齿咬？你是用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。哎、欸，懂、欸、懂。对对。来，请写下答案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人类牙齿研究博士。哎。就是，有关系就是香肠的蒜头，好吃啊，就是要，哪会好吃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呛辣才会在你的舌，你的舌头，你的舌尖感受到蒜头的呛辣的时候，它只会感到辣，但它不会感到爽。可如果是蒜头，你放在舌头后面，你就会感受到那个香和那个辣，是吗？感觉会从后面延伸出来。对，如果你在前面的话，就是不会到。他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现在来公布的分数是，请说，千根三分，全青跟云安同分七分。哇！哇Yes! 没有在比吃的，你都领先。